如何选择合适的网络托管提供商？选择合适的网络托管提供商对于您的网站的成功和性能至关重要，有众多选择可供选择。正确的决策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。在本文中，我们将讨论选择网络托管提供商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。通过了解这些因素，您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满足您网站的需求和目标。可靠性。可靠性是网络托管提供商的基本方面，确保提供商在提供可靠的托管服务方面具有良好的声誉。查看现有客户的评论和推荐信，以评估他们的可靠性。性能和正常运行保证。网站的性能和正常运行对用户体验至关重要。选择托管提供商可以提供高性能，并提供至少 99% 的正常运行保证，这确保您的网站始终对访问者可访问。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。高效的技术支持和响应迅速的客户服务至关重要。查看托管提供商是否通过实时聊天、电子邮件或电话等多种渠道提供全天候支持。快速和专业的支持可以帮助快速解决任何问题。可扩展性和灵活性。考虑托管提供商提供的可扩展性选项。随着您的网站增长，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。确保提供商允许轻松扩展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流量和资源需求。价格和可负担性。比较不同托管提供商的定价计划。虽然价格实惠很重要，但要小心极其便宜的选择可能会影响性能和支持。在成本和服务质量之间寻求平衡。安全措施。网站安全对于保护您的数据和用户信息至关重要。查看托管提供商是否提供防火墙、恶意软件扫描、SSL 证书和定期备份等安全措施。口碑和评价。研究托管提供商在行业中的口碑，阅读其他网站所有者的评论和推荐信，以了解他们的经验和满意度、附加功能和服务。考虑托管提供商提供的任何附加功能和服务，这可能包括网站构建工具、电子商务平台、域名注册和电子邮件托管。评估这些功能是否与您的网站需求相匹配。